来看一个好消息，桃园孤山国小的校棒队伫威廉波特校棒赛摕到冠军，张泽辉领旗登来到台湾。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，在大家心目中，孤山国小的校棒队永远是冠军。在我们心里面，不管他们是季军还是其他什么奖，我们心里面他们永远是冠军。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拿到了2003年开始设置的团体运动精神奖。有跟小朋友讲，这只是少棒的一个阶段，未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努力，朝着自己的方向，无论有没有打球。孤山国小少棒队球员甲教练，昨暝6点外到桃园机场。真侪家长是夜半夜喊口号甲迎接，桃园市长张善政嘛有去机场接机，孤山国小嘛摕到团队运动精神奖。总教练表示，这项台湾是毋捌摕过，是真光荣，希望球员会当继续拍拼。